最近我还重新的思考一下自己，我想原来那个时候就2年前吧，我也是这么过来的，那为什么现在我就真的受不了？你是不是觉得在一个同样的工作节奏里待太久了？我觉得我活回去了。对啊，就是回到了以前的工作节奏里嘛，或者工作形态里嘛，工作内容里啊，工作内容里，对对对、我觉得就是在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，让自己觉得有些完全没提升，就倒回去了，倒退回去了。所以呢，你看你来这个节目嘛，搞不好你是我们艺兴下一个签的艺人。让我想一想我的合约怎么签吧。可以照我的合约打个底嘛，我还行。我还行。我在公司，你想我作为公司第一个签约艺人来说的话，公司对于我的谈判条件是很宽松的。你先来。对，先把我放进来嘛，然后以我为诱啊，对吧？说雅文，人还行，哎呦，专业有点要求。他去哪个公司了？哦，艺兴娱乐。哎呦，艺兴娱乐是哪家公司啊？哟，哟。陆三图，不错不错。杨思维，哎呀，江湖威名很。杨天真，是杨天真啊，杨天真。